李策划怒怼山寨玩家，山寨越来越克了，哪里克了？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，不要睁着眼睛乱说，国产游戏很难的，这么多年都是7900一张核心，哪里贵了？抽一张送五张垃圾卡，有的是找找自己的原因，好吧？这么多年了，工资涨没涨？有没有认真工作？好不好？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，我真的快疯掉了。山寨越来越干了，哪里干了？这么多年都是这个干度，不要睁着眼睛乱说，独创游戏很难的，这么多年都是7900分钟开荒期，哪里干了？你们谁没找过代练？哥，我真的快疯掉了。山寨越来越无聊了，哪里无聊了？这么多年打架都是堵路，不要睁着眼睛乱说， SLG 很难的，这么多年都是7周09天斩草期，哪里无聊了？你们谁没划过水？有的是找找自己的原因，好吧？这么多年了，工资涨没涨？有没有认真工作？好不好？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，我真的快疯掉了。